好了，现在大家能听得到吗？画面能看得到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准备开始了。好的，首先还是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今天所说的任何的建议啊，都不涉及您的财务状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都是一般性建议。啊，我就不多介绍我自己了，今天想必大家也看到了我列举的三个 topic，那我们呢就一个个去看一看。那首先，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那个新闻，对吧？就是韩国的确诊人数一下子暴增了很多，然后现在是1500人以上了。我刚刚是今天截了个图啊，确诊的人数已经到了1595个人，那引起了全球很大的反响，大家政客都比较恐慌嘛。那对韩国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视频，里面呢是首尔市举行的那个集会，那首尔市的市长呢就一直跟大家说，哎呀，我们现在有这个冠状病毒肺炎，大家不要再这样子进行集会了，对吧？不要再这样，就是不戴口罩，不做任何防护措施，就这么多人人挤人的在一起进行活动，这是很危险的。可是下面的韩国民众呢，不知道是不是被那个教会给洗脑了，或者说是被那个组织的组织者洗脑了，他们都觉得无所谓，好像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还是依然在那儿举行，而且还宣扬说在那个暴露的空气中，就是室外是不会传播的，等等等等，让我们看得很无语，对吧？像是日本和韩国都像是教科书一般抄错了我们。中国已经有的答案，让人很伤心。那现在澳洲呢？我看了新闻是说要把中国的留学生再次推迟一周回到澳洲。那对我们中国的留学生来说，其实是一个打击。他们在国内已经等了很久了，一直想说啊，我们现在的情况终于慢慢的好一点了，是不是可以早一点回澳洲读书？因为交很高的学费嘛。可是没想到澳洲一推再推。而且呢，也没看到他们就是出台说任何禁止韩国和日本之类的新闻，只是说提高了一个风险等级，要求他们去自我隔离等等，就没有像中国这样这么严格的限制大家入境，就感觉还是挺让人失望的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次澳洲的夏天其实一点都不热，我前两天呢也看到了，就是。有新闻说现在南极的温度已经到了20度，平均温度，而且大部分的冰川都在融化。那澳洲呢，其实也是一个大洋洲嘛，也是一个洲岛国。如果说环境的问题继续恶化的话呢，对澳洲来说，其实像我们这种沿海城市啊，墨尔本、悉尼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澳洲的绿党一直都举行那种比较积极的，就是比较极端的抗议，也有这部分的原因。这就是最近看到的几个比较大的新闻吧，对我来说，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也都就是之前在做交易的时候，应该也都有关注特朗普的推特嘛，就是特朗普一直被大家戏称为要用推特治国，可这一次呢，好像就没有这么有效。因为特朗普呢，在25号的时候说，好像我们这个 virus 就是冠状病毒肺炎，是一个被已经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让公众不要去担心，照常进行日常活动等等等等的。可是就有很多媒体跳出来，就指责特朗普说他说这种话一点都不负责任，然后对他也有很大的质疑声，包括我觉得特朗普其实发这个推特的目的呢，也是想要拉高股市，对吧？就是最后挽救一下这个下滑的美国股市。
我一会儿也会给大家看图片，就是最近如果大家有做交易，肯定都知道美股还有全球股市，像是澳洲的、德国的，还有欧洲的股指，全都是跌得很惨烈，差不多都有超过10%的回调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刚刚截取的一张道琼斯近期的走势图，已经道琼斯指数呢已经连跌了5天了。我稍微计算一下呢，是从29,570点滑到了现在的26,470点。下跌了差不多是3,100点，3,000多点了。但是这个下滑是不是真的全都是因为疫情而引起的呢？我觉得应该也不是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张图，就是一个 iceberg，就是冰山。老外很喜欢用这种说法去形容某个事件，就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说的黑天鹅事件，就是冠状病毒肺炎。它只是冰山上的一角，但是下面更多的内容是可能我们看不到的，而且呢，它就是已经存在的信息，只是被我们之前忽视掉了。那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那这次道指或者说全球股市下跌里面还有什么别的原因？首先呢，我觉得就是美联储一直降息啊，然后制造的经济泡沫，因为我们现在呢是2020年，距离上一次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12年了。那经济周期呢，一般都是10年左右。所以说，我们现在本来就处于一个经济周期的最尾部，而且因为美联储的不断的降息，那普通的民众呢，就迫不得已的把钱都取出来，然后放到股市里面去。而且这个措施呢，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我记得是19年的8月份开始降息的。那到现在呢，其实也已经过去了半年了嘛。那也就是说，基本上啊，大家我们其实，在澳洲也能看得到，在澳洲降息了之后，就越来越多投资者想要去参与到这个股市中。所以说，可能呢，本来呢就是已经把所有大散户的，就是大家的现金呢，都已经投入到股市中了。那后继有一些无力，所以说股市本来就会有一个回调。那另外呢，是从更加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在19年的时候，其实 world output 也就是世界出口吧，只增长了2.9%，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一般经济学家是定义经济衰退呢，就是当这个值是低于2.5%的时候，就可以把现在定义为全球性的金融衰退了。那我们现在呢是2019年呢是2.9%，其实离这个数字也就是差了0.4%。啊，这是一点。另外呢就是世界的第四大经济体，比方说日本呢，作为世界的第四大经济体呢，每第四季度的年增长率收缩了6.3%。然后日本呢现在是加收了消费税，上调至了10%。可能大家都会很好奇，为什么要增加这个消费税？那不是会更加压抑大家去消费吗？但是这也是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来的举措啊，因为他们现在的财政支出实在是现在的那个收入的确是支撑不了自己的财政支出，所以不得已啊才加收了这个消费税。大家也知道，就一直从之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就是日本的表现情况都不是很好，而且他们的国债特别高，就基本上当时我 Jackie 也说过日本的这个现象，包括现在的少子化、老龄化，还有他们的现在的国民的负债率都很高，所以大家往往都能去日本的话，可以看到他们的办公族都很辛苦，一直在加班，然后晚上呢也需要去应酬等等的。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日本现在的情况本来就已经不容乐观了，再加上历史上每次加收日本的这个消费税都会造成 recession，也什么意思呢？就是造成经济衰退。那我们可以预见，如果跟之前的两次一样的话，那未来2个季度，也就是2020年的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日本的 GDP 很有可能是负数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德国和法国。他们在2019年的第四季度也分别下降了3.5%和2.6%的 GDP 增速，其实就是负增长了，一直都是。而美国呢，19年的第四季度的 GDP 增速是2.1%，
这个数字呢，只能说是正的，然后看得过去，但是也不能说它现在是繁荣的发展状态，对吧？2.1%嘛，毕竟之前像是中国的话，都是10%几的一个增长速度。那中国的那2019年第四季度，我们再看看中国的成绩，也是放缓到了6%，也算是比较低的。那这一次的疫情呢，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了。大家都知道，就是全国75%的 global value chain 都在中国，也就是说，不管大家现在是在用什么，它其中啊，就75%的时候可能是在中国制造的，或者说销售的，或者说是设计的啊。所以说，中国那时候也被誉为中，也是被一直被誉为世界工厂嘛。那现在因为这个 virus 这个病毒而造成的影响。就是病毒而造成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停工，对是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像是苹果也已经发布了公告，说可能就是，苹果在中国的生产线可能到明年，或者是可能到今年的第二季度才能恢复啊，有这样子的报道传出。包括我也在中国的新闻网站上看到富士康现在聘请了钟南山作为他们的疫情防控委员，就是来帮助他们让员工更安心的复工，去给苹果生产他们的手机。然后而且呢，富士康还给每一位复工的员工额外7000块钱的收入，去鼓励他们回来工作。这只能说就是。苹果和富士康也是为了就是连接上这个生产线，付出了也是很巨大的努力。那相对而言，那苹果的生产的利润呢，那它就会减少，或者说是富士康它的盈利就会减少，因为为了完成跟苹果签的这个合约的话，它不得不使用这种增加自己cost 的一种行为去来保持自己的来防止自己不要违约。那有很多人会把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肺炎和03年的 SARS 相比，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记得03年的 SARS 好像也就是第一季度好像 GDP 有一些下滑，但是之后呢也就没有什么影响。包括03年的那个时候，中国公布的真实的 real GDP 的增速是10%。但是这次的情况肯定是跟上一次不一样的。首先，这个病毒它的传染性就比 SARS 要强很多，而且中国已经被迫封城了，所以说这并不是两个相同等级的事件在进行比较。而且我们现在时间线呢也是推到了17年，17年之后的今天，那03年的时候呢，中国还在一个繁荣发展的状态，对吧？那现在的话呢，中国本来就已经有些疲软的经济，可能就是抵不住这样子的。一个病毒的冲击，所以说现在投行预期今年2020年中国的 nominal GDP，也就是普通的 GDP 增速可能只有5%，跟之前已经下调过的 GDP 的增速相比，还是要少了1%。那摩根士丹利的前任亚洲地区的董事长 Stephen Roach 呢，也说，就是2020年全球第一季度的衰退。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此次的疫情会影响中国2个季度的 GDP，并不是我们之前所想的第一个季度的 GDP。他预计呢，这次的影响可能会延迟到2020年的6月份，而不是说4月份就能够结束的事情。这个呢，其实它也是一个猜测嘛，但是因为毕竟他不是搞科研专业，他对这个病毒也不了解，但是我觉得他的猜测呢是很悲观的。也不一定会有这么差，所以说呢，大家对股市继续下跌要有一个心理的预期情况呢。而且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图上，就是道琼斯指数的下跌呢，也有点像地理，也是有一点，就是每天跌的幅度呢，也是有越来越小的状态。但是也要看今天收盘之后它的下跌幅度有多少，然后我们才能决定。毕竟它的下跌也是有一个势能的积累的嘛，就是在越高的时候它跌得越快，等到它跌得差不多了，或者说之前的投资者已经慢慢的稳定下来了，或者是短期投资者想跑的都跑了之后，只留下长期投资者的话，那他们对他们来说，这次的病毒对他们10年、20年的 portfolio 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其实大家也就是只要等到那个时候就再进场就没有问题了。那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一周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看到了那种上一周就是股指同涨的一个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上一个礼拜呢，就是黄金和指数都一直在涨。其实也是挺奇怪的。那个时候呢，就有不少的经济学家就是跳出来说啊，我们现在这个黄金和指数同涨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啊等等。但是呢，可能大部分的投资人都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眼里。这是我们上一节网课的时候做的预测。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黄金它是会一个上涨的趋势，而且呢是震荡上行，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会有这个 outbreak， 就是突破性上涨。所以说大家就是如果说想要去享受就黄金带来一个利润的话呢，就需要有一个耐心的等待，然后要有一个找到一个好的建仓的机会就可以。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说的那个股指和黄金同涨同跌的情况。那我在这里呢就截取了到2018年年底到现在为止的一个黄金和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走势的对比情况，然后截取了四个小的节点。也就是我用红框画出来的这四个节点。我们可以看得到同涨呢只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它不能说是一个很长期或者说可持续的一个趋势。而且呢同涨之后呢走势肯定是会出现分歧的，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分歧呢一般只有两种，黄金涨美指跌，或者是黄金跌指数涨，对吧？也就只有这两种情况。那在2019年后呢，每一次同涨之后美指都会下跌，对吧？我这边也给大家用箭头画了一下，就只有在19年之前的那一次呢是黄金和指数同涨之后呢是股指先往上走的，别的到2019年之后呢每一次呢都是在同涨之后道指都有一个纳斯达克或者是道指美国的指数都有一个大幅的回调。那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黄金和指数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影响关系。如果大家有听之前的网课，就会发现，就是19年开始呢，黄金就开始了一个牛市，这也是受到全球的降息热潮而导致的。那降息热潮呢，就会导致很多的热钱进入到股市当中，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泡沫的增加。那泡沫增加了。增加之后呢，我们投资者的投机行为也会增加，也就是有很多的短线投资者会进入到这个市场。那一边呢是短线投资者把股市炒高了，一边呢他自己也觉得是有一点泡沫，所以说也会去买黄金去避险。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同涨的情况出现。那我们之后也来看一下，就是黄金现在的走势也是差不多是在1665到1615这个50美金左右的一个幅度中震荡。因为从上一次的黄金走势的情况来看呢，之前也是差不多这个范围的震荡，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呢，我们要更加关注的是1650到1645这个位置。像是最近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黄金就一直在这个位置附近盘整，要不就是1650就冲上去又冲不上去，然后又立马被打回来，打到1645这样子不停的反复。那黄金在盘整期间呢基本上都是这样子一个震荡的走势，大家想要做短线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时候去进行一个短线的交易，应该是比较容易的。那如果说想要做长线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在1615啊1625这些位置去挂单，然后去等待。那像是之前说了那个黄金，我们刚才解释了为什么会同涨，那这次为什么会同跌呢，对吧？因为一方面呢是因为有一些人之前买了黄金，然后等到他到了1680的时候呢他已经赚够了，他就开始获利回吐。他就是把之前的单子全都平掉，那就会造成一个大幅的
大量的抛售。那另一方面呢，也是跟美股的下跌有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一些基金经理啊，包括投行，他们用的呢，其实是自己的就是风险管理的模型去交易股票，或者说是交易黄金等等贵金属的。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突发事件下美股暴跌的话呢，可能就会使他这个风险管理的模型失效，从而导致不得不抛售自己手上有的贵金属，来弥补那边美国指数下跌的美国股市下跌的一个缺口啊，这叫拆东墙补西墙。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看到黄金在那一天有一个比较大的回吐，这是两个原因让它的回调的幅度比较大。那这一张呢是 UKOUSD， 也就是英国油现在的走势图。这个呢是一张周线，我画了几根趋势线，还有就是压力位和支撑位。我们可以看到石油呢现在已经是从它上面的一个本来是支撑位的 57.48， 然后掉到了现在的52左右。是一下子就跌破了。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支撑位呢，它有过四次的反复验证，就是本来是接触到了，然后呢也是从一开始的一个阻力位变成了支撑位，到现在呢又变成了一个压力位。那第二根线呢就比较关键了，因为现在黄金就是处于52这样的价格，那这条线呢也是经过反复验证的，也是经过了5次的验证，应该也算是比较强力的一个关键位置。那我们首先就要看的是这一周石油是不是会站在这根线之上，像是跟上次一样是拉了一根影线呢，还是说是实体的掉到这根线之下。所以说这两个礼拜的话，如果大家想要去把握石油的这个抄底的机会，那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石油这一周的走势。那如果说它之后是跌破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肯定就是不能再持有石油的多单了，那应该就是要把之前的多单平仓，然后选择性是否要去做空。那下方的支撑位呢，也是经过了四次的验证，是在 44.551 这个位置。但是我感觉很难说。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如果说有一个突发的利好消息，比方说疫苗研制成功了等等，那对石油和股市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提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只能说做好现在能做的事情。如果说大家的看法是看好的话呢，那就可以去做多，只要带好止损，设置一个合理的盈亏比，那所有的交易都是可以去进行的，不管是多还是空。那第二个 topic 呢，就是国债了。最近大家可能都是被那个 coronavirus 刷屏了，就是被病毒刷屏了，可能就忽略了现在美国的其实国债收益率已经跌至了历史的新低，而且呢有一个明显的倒挂，分别是美国的3个月的国债和美国十年的国债，分别是 1.521 和 1.310。一些可能如果大家不知道，就是没有金融背景的一些投资者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收益率越低越不好呢？它低了的话，那我们不是就可以去买进了吗？那我们不是等它涨回来之后就能够大赚了吗？等等等等。那我今天呢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美债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它。大家知道美债是怎么卖的呢？它是这样，它是比方说我有个100块钱的一个 bond， 一个国债嘛，那10年期的呢，就是10年之后给你100块的现金，那它现在呢，可能就是卖80块钱，或者说是70块钱这样。那我们现在呢，就以70块钱的价格买进了这个10年的国债，那我们未来呢，可能在10年里面就拿30块钱，那这就是我们的利息，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利息呢就是3%，打个比方。那之后呢，因为现在的
风险很高，市场认为现在的风险很高，但是呢，债券呢，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市场。那大部分的投资者就会从股市里面抽钱出来，然后放到债券里面。那最受投资者青睐的呢，就有10年的国债，也就是长期国债是最稳定的。毕竟有美国的世界第一的经济大佬背书，所以大家都会去蜂拥而至的去换美元，去买这个美国的债券。那我手里的现在这个本来70块钱的债券是不是升值了呢？那我如果这个时候再转卖出去，我可能卖的就是80块钱、90块钱了，对不对？那这样子一来的话，那些第二次买入这个债券的投资者，他的收益是不是变低了？他可能就从之前的30%变成了20%或者是10%，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买，但是国债的收益率反而会越，长期国债收益率反而会越来越低的原因。当然，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呢，它也是会做一个自我调节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因为现在买10年的国债已经不划算了嘛，它的收益率才1.31%，但是如果，但是如果我去买3个月的国债的话呢，反而是比10年的国债要回报率要高的。那之后呢，慢慢会有一些投资者呢，就会去买这些3个月的国债，然后会慢慢的把这个负债的，就是国债收益率倒挂，把它调整过来，这也叫做债务上的债券市场里面的自我调节。所以说，这个债券它的价格走势，还有它的收益率，也是由 demand 和 supply 供需关系来形成的，也能够反映出现在投资者对市场的风险预期。那所以说，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呢，可能就不要去选择去做空美元了，因为现在呢，美元和黄金还是十分受投资者青睐的。那包括如果说美国的10年期的国债还是这样大热的话，大肆受到追捧的话，那各国的投资者，或者甚至是中国，或者说是韩国、澳洲的央行，都会拿出自己的货币，然后去换成美元，然后去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持有着大量的美国国债的原因。之后我们也说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澳元。澳元对美金呢，这是一张澳元对美金的日线走势图，是一路向下的，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明显。那澳元呢，其实是一个商品货币，也就是说，它的价格走势的影响呢，大部分都是相关于石油，或者说是铁矿石、羊毛，或者说一些贵金属、锂矿、锂价之类的商品价格影响，而导致的下跌或者说是上涨。那现在因为国际上的经济比较疲软，那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也就降低了，那对于澳币的需求也就降低了。那澳币作为商品货币的这个属性呢，就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出来。之前写的报告中呢，提到澳币可能会跌到0.65，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快要达到了，这绝对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然后这张图呢，也就是一张商品图和澳币的走势关联图，可以看得到是很接近的，这也跟我们之前的分析所吻合。但是呢，大家可能不要觉得就是澳币跌了就不好，因为其实澳币跌了的话呢，对澳洲本土的公司和股市是有个利好作用的。毕竟澳洲的公司就更容易出口了嘛，像是 A2 啊或者奔富啊之类的，可能投资者呢，或者说是买家就更愿意去买这些现在被受到汇率影响而被低估的产品。那对澳洲来说呢，可能进口量不是出口量就会增加，但是进口量会减少。而且按照就是经济学理论里面的 law of one price，就是唯一价格的话，那现在澳洲的所有的公司价格其实都是被低估的，因为现在澳币呢从之前的0.81跌到了现在的0.6557，差不多是下跌了20%。那照此来说呢，那澳洲的公司的价格就应该上涨相应的程度去对应它现在的汇率。
不然的话呢，都算是一个被低估的潜在的可以做arbitrage 套利的一个机会。这当然是从完全的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的，但实际的情况可能要比这个复杂的多，对吧？这是一张澳美的日线图，下跌的幅度是很长远也很剧烈。那接下来呢，不少机构都看空澳元到 0.60， 因为它在跌破这个位置之后啊，它下面没有一个很强的支撑，所以如果给它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再从之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回过头来看看澳元现在的走势是不是，澳元之后的走势是不是跟我们预测的是一样的。那刚才说了就是澳币贬值好的地方，那我们也要想一下澳币贬值之后不好的地方，对吧？那首先呢，就是赚了澳币再去美国花肯定就是不划算的，毕竟贬值了20%嘛。那同样对我们投资者来说，那我们黄金是不是也买的不划算呢？因为黄金和石油都是用美金计价的。那在我们平台，大家都知道，在 Gold Markets 平台的话，我们在买黄金和买石油的时候，这个汇率啊是按照即时汇率去换算的。那也就是相当于在之前半年买入黄金的那些客户，其实他赚的是要比我们现在的要多得多的，对吧？他不光呢是在金价的走势上赚了钱，那他在澳币对美金的这个汇率上也赚到了钱，对吧？他当时呢用更少的澳币就买到了现在一样的黄金，而且他当时买的黄金的金价还要低。所以说黄金，大家在买黄金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汇率这方面的因素。还是一句话，就是早买早好，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看跌澳元的话，现在就可以考虑是否要买入黄金。那最近呢比较火的也就是雅虎 Finance 对巴菲特的采访，或者说是我看到很多经济头条啊，或者是一些经济社区，就是财经社区的头版，都是巴菲特怎么看疫情，怎么看股市。那巴菲特，我就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巴菲特在这次谈话中的几个要点，对吧？那巴菲特首先说呢，低利率呢是一个大牛市的前提，但这个前提能存在多久？巴菲特表示，其实他没有明说，但是呢，我们是要打个问号的，对吧？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美联储定下的利息决议呢是1.75%，那对比一下澳洲，澳洲现在是0.75%。我觉得如果说美国美联储要继续刺激经济的话呢，它还是有弹药的，不像别的国家，像是欧洲啊已经是负利率了，然后像是日本呢也是接近于零，甚至是负的。那其实美国现在的情况还是不错的，而且美联储手上呢也有别的弹药。像是降息啊，或者是量化宽松等等，它都还没有用上，所以说经济也没有，股市可能也没有我们之前说的这么糟。那我们也看一下最重要大家关注的就是巴菲特的公司嘛，对吧？他的伯克希尔哈萨维最近怎么样了？那他第四季度的财报呢，公布了一下他最近前十的十大持仓股。就有 American Express 啊，美国运通，然后穆迪是一个评级公司，也就是之前在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品质不是很好的那个公司，相信大家都理解我说的，就是之前如果大家看过大空头的话，就能知道穆迪其实是收了很多银行的钱去给他们的 bond 或者说是给投行的那些债务，他们做的那种组合型债务给他们评上 3A， 对吧？但是其实呢都是 trash bond 的，就是 3C 左右的那种不是很好的债券，就是还投了穆迪，然后还有一家航空公司，然后呢两家美国的银行，可口可乐，还有一个是我说错了，它有四家银行，然后就是苹果和摩根大通。那其中呢苹果占比呢高达30%，那美国的银行呢总共这四家加起来呢是13.5%。可口可乐呢是占了9%。那差不多加起来呢这几个股票加上富国银行的7.5%的话呢，加起来这四个股票就占了伯克希尔哈萨维60%的持仓了。
那巴菲特也一直在跟我们的投资者说，就是选股呢，它总共有三个要点。那首先呢，这必须是要一个不错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意。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公司的管理层必须要能干而且诚实。第三个呢，是这个股价要合理，我们买进去的时候最好不是它被高估的时候，而是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那我们就看看这三点符不符合他对苹果的选择。那在访谈中，巴菲特也提到，苹果呢，他选择苹果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苹果有一个很深的护城河，它的品牌差异化特别明显。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分的有的手机的品牌就是苹果和其他牌子，因为其他牌子用的都是安卓系统，只有苹果呢用着是一直都是用的是它自己的一个 iOS 系统，对吧？所以要一个 iOS 系统的人呢，从他一直习惯的苹果系统转换到安卓系统，这其实是很困难的，这就是它的护城河之一。那第二呢，是客户的粘性度很高。我相信，因为有不少的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就是我从苹果四开始用起，我一直用到现在的苹果11，我中间都没有换过，除了就是我朋友送给了我一个华为手机，然后我现在呢是两个手机一起在用。华为手机安卓是有它的好处，因为它的系统开放，但是如果呢是一个对比较懒的一些商务人士，就是他们一直很习惯苹果的一个系统，不想换的话呢，那他可能就是一直会 stick to it，就是一直会买苹果的产品，就是不太可能去让他们去换华为啊，或者是 OPPO 什么的，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而且对于苹果的用户来说，他会对这个牌子有一个很高的忠诚度，像是我的室友，他从手表、电脑、手机，还有耳机，就是全部都是苹果一家公司的，这也体现在它的客户的，就是品牌的塑造，还有客户的粘性，对，这也是它的护城河之一。而且呢，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客户对它这个产品的价格不是很敏感，但是，所有苹果的产品，我可以说都是溢价销售的，对比于同类的产品，不管是华为的手机也好，或者说是华为的耳机，或者是 OPPO 的手机也好，在所有的这些产品中，它的溢价能力是最高的，而且它的价格呢，永远也都是这些同类产品中是最顶尖的。那说明呢，它的盈利能力也很强。这就是巴菲特选择苹果，而且大力的投资苹果的一个原因，几个因素吧。大家可以以这个三个要点去进行一个参考，去选择自己想要投资的公司，不管它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中国也好，还是在澳洲，大家都可以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一个长线的投资。但是也有人呢，也发出了疑问，因为去年嘛，从一整年19年来说，那标普 SP 500的指数的回报率呢，是有31.5%的，但是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去年的涨幅只有11%，那对投资者来说，是不是其实还不如去投大盘指数呢？对吧？而且就是少了20%嘛。那对买入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的投资者和股东来说，这是很不满的。也有很多的报纸或者说是媒体去质疑巴菲特去年的一个表现，而且有很多的头条莫名其妙的就会说巴菲特不再神等等，股神的陨落等等的这种很离谱的标题出来。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就是巴菲特他已经做了70年的投资了，他是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在里面的。他去手握这么多现，我忘了跟大家说了，就是截止在2019年末呢，就是巴菲特呢现在是有了1300亿的现金储备，那18年的时候呢，他是留了1120亿的美金，这其实也就反映出，就是现在他觉得美股的估值过高，所以呢，他宁愿手握一些现金去找之后的投资目标，而不是说去到现在股市中去盲目的追高，因为大家都知道，巴菲特是一个价值型的投资者，他不太愿意是在一个股价的高位上去追涨。
他反而就想要那些能够让他拿到10到30年的那种公司，我觉得这也是能够让人去理解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巴菲特的公司在去年一整年来看，相比于标普500的回报是少了20%的。我觉得大家没必要，就是那些媒体也没必要去怀疑巴菲特去赚钱的能力，对吧？因为巴菲特可不是就是单单这一年赚了30%，别的年份都是亏损的，对吧？他是每年持续的盈利，然后才造就了他股神之名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还是需要去借鉴一下他的做法。其实他现在手握这么多现金，也是告诉投资者啊，现在股市的风险比较大，然后大部分的公司呢都是 overvalue 的，我巴菲特都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去投资，所以说你也要小心一点，对不对？那市场是不是有泡沫？是不是下跌的风险在越来越大？那巴菲特手握的这些现金肯定能够让他就是躲避这一次猛烈的下跌。第三个想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一些我上一节网课给大家说的几家公司吧。其实到现在来说，意义也不是特别大。我上次网课里面有跟大家说到 Blackmore 这家公司，当时我跟大家说大概率是下跌，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它的管理层有一个进步，有一个改进的话，那它还是有希望的，对吧？那果然呢。他之后在出财报之后，股价就从80，我看一下，是股价是从88，然后跌到了是60、68这样子一个回调的幅度是挺大的，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接下来呢，Blackmore 它下面的一个支撑位是在63.64，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说之前有买进的话呢，我相信应该也已经止损了吧，因为跟大家说过，就是我们在做财报的时候呢，就是绝对是一个短期的行为，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是 就是当天或者是隔日必须要平掉的单子，这跟我们之前说的股神的投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话呢是非常长线投资，那我们呢有些时候就是在2月和8月。这个澳洲的财报季的时候，做一些短线的炒，短炒啊，那在2月中呢，我自己也买了很多股票啊，就是在出财报的时候啊，我买了 Webjet、Domino Pizza 啊、Blackmore，还有 Super Retail Group，还有那个 Lendlease Group，还有那个 NEA Near Map 这几家公司。之后呢，我也会跟大家说一下它最近的走势，就是财报出了之后的走势。因为最近的走势大家也知道嘛，胳膊拗不过大腿，那个全球的股指都在跌，个股肯定是好不了的。这也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就是在投资个股的时候，最大的风险就是股指的下跌，就是大盘的不好啊，是。我们这种小股民还有小个股是完全是难以去扭转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会一下，所以我们也要学会一下怎么去对冲我们自己的风险，比方说是做空股指、原油、澳币，然后呢买涨黄金之类的方式。那这个呢，就是那天网课中跟大家提到的 Lendlease Group 一家做基础建设的公司。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呢，可以去网上去搜搜看。它在17.43块有个比较强的支撑。它这两天呢，虽然大盘跌得比较厉害，但它的股价还是比较坚挺的，因为它的财报呢，的确是挺出乎人意料的，也是比较好。那我相信大部分上一次听了我的网课的朋友，应该是有把握到这个机会。然后呢，就是我一直很喜欢的 Webjet，在疫情出来之前，它的确是走的都特别好，也是从我之前推荐过的，去年8月份推荐过的10块5，就大家去年10月份呢就开始给大家建议去关注一下，然后给出的一个建议的买入价是10块5，之后呢它又跌到了9.76啊，然后
在之后的几个月中，它也慢慢的爬升到了14.79块这个位置，也是表现的不错的。有不少的客户呢，在这个股票上也是赚了不少钱，一直去做波段什么的，因为它的波动也比较大嘛。但现在呢，受到疫情的影响，它现在的股价也又回到了10.11块。那它下面的支撑呢，仍然在9.73块，啊，9.76块，不好意思。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挂单买进，或者说是，坚决离场啊。因为，受疫情的影响，这个时间的线还是比较长远的，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预期。当然，如果说像是您觉得它的这个 Webjet， 我之前也分析过，它的最大的优势呢是做的是 B2C 的业务啊 ，B2B 的业务，就是公司对公司啊这一块呢，它现在是做到了全球第二。那其实，在疫情恢复之后呢，我相信它有一个很好的反弹。大家如果想要去择低位去买入一些好公司的话，我觉得 Webjet 是一个很好的公司，包括它的财报也是十分的亮眼的，当天也是上涨了接近14刀。上涨了13%，对，接近一个10刀的涨幅了。11块，12块，哦，不好意思，就是，但是上涨了差不多有2块多钱。还有一家呢是食品行业的，也就是 DMP Domino Pizza。之前也是从54块钱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的确是财报很亮眼，但是现在呢也是受到冲击的影响，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下跌。那这些公司呢，影响我相信受到影响都是短期的，因为 Domino Pizza 我觉得不可能，就是说受到疫情的影响我就不点外卖啦，或者说不去吃披萨了，这其实是很难改变它一个公司的基本面吧。所以说，大家如果考虑的话，就是在回调的时候可以去建仓，去买一点点 Domino Pizza。然后呢，就是之前在格林，去年在格林威布里讲座有给大家推荐过的 HOS Helios，当时给大家推荐的价格是3.05，我也写了一篇股评报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去问自己的客户经理或者是客服小助手去要一下。那 Helios 这个公司呢，我觉得也是当时也是因为它收购了 Perth 和阿德莱德的几家连锁医院，然后我认为它之后会有个不错的爆发。那这次的财报也的确是很亮眼，收入呢是增加了，看一下，收入的话是增加了225%，但是呢，他自己呢却把那个股息呀把它砍了。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去收购医院的时候花了很多债务嘛，用了很多债务去加了 leverage 的是去买这些医院所以说这些所以说他会减低他的一些给股东的回馈，然后去偿还这些债务，为了提高自己未来的运营能力。当然，造成他这次股价上涨的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收到了一份收购合约，那上面给出的指导价呢是3.4，也就是3.4块，那跟它之前的2.7块相比的话呢，是有一个挺高的溢价的。当然，距离我当时去年给出的一个预估价吧，或者说是12月的目标价，还是差了不少的。那 Helios 的话呢，我没想到它之后的表现呢会这么的普通啊，或者说是有点惨淡，因为它好像不太受到大家投资者的关注，那就一直是一个表现平平的公司，也没有看到很多头条啊，或者说是媒体在公布他最近的消息啊，他就一直在默默的做事而已，就一直在整合自己的医院啊，也没有发很多突发消息要引起投资者的注意，他不是那种被炒作的公司。那相信当时如果是在3.05块买的这家公司的话呢，那现在也是终于给大家有了一个回报。那最后呢，也想跟大家看一看这个 ASX 200的指数。那这两天的确是股市跌得特别厉害。那我相信呢，大家不要觉得只有一个人，只有自己是亏的，
只有自己是亏损的。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只要是入市的都是亏损的。我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孤军奋战啊，或者说自怨自艾啊，没有的，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那如果说我们完全按照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ASX200 这个指数的话呢，那它的固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呢还告诉我们现在的股市还没有跌到头，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进场抄底还是要等一等的，至少呢我们要等到用固比倒数平均线，等到它企稳了之后，我们再决定是否要入场，然后要入哪一只公司，哪一个股票。那有一些客户呢也是比较恐慌吧，我最近也有一些客户给我打电话说，哎呀，这个大盘跌了这么多，那我到底要不要割肉啊？那我想现在的话呢，可能说割肉就有点太晚了，对吧？因为已经跌了百分之十几了嘛。那我们首先呢是不要慌，要冷静下来，要对自己的判断有一个基本的信心，然后去分析。那我们这只股票在疫情结束后它会不会回来？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再决定是找机会做，是找机会去止损离场呢，还是说去做个对冲？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服务呢，并不是要推荐很多很多很多的产品和股票，而是防止大家呢在这种市场大起大落的时候，然后被市场蒙蔽，然后陷入了一个恐慌的情绪，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今天就今天 PPT 就结束了。那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打在这个问题里。有朋友问一下 HLS 后市有何建议啊？我觉得 HLS 它的基本面可以看得出来是很好的，对吧？而且呢他也收到了收购的邀约，但是我觉得3.4块的确对他这个公司来说是很低，是太低了，我不一定他这个 deal 会成功。那现在的话呢受到大盘的影响，他肯定是下跌的。那如果说之后疫情结束了，那 HLS 我是对他有信心能够回到3.1块或者3.14块，就是他之前的前高，甚至是还有能力往上再冲一冲。根据他的并购合约的一个进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否要建议对方去提高价格，或者说有另外一些走势。矿业股和能源股还能不能买？像是 BHP 和 Rio Tinto、WPL 等等，这个呢就要完全取决于你的投资的时长。如果你像巴菲特一样能够拿10年的，这些公司绝对是可以买的。但是如果呢你是在这3个月里面你要看到盈利的，那我觉得可能还不行，那可能还要再等一等。LYC 的话，我看到他出了一个报告，说是已经同意马来西亚已经同意续签他之后的3年的一个开采合约。那LYC 是做稀土的嘛，我觉得这还是跟中美的贸易战有关系。那因为我本身对稀土这一块并不是很了解，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问我们的小助手去要我们之前出的 LYC 的股评。 WTC 就是 WiseTech 嘛， WiseTech 的话呢它现在走势波动比较大，而且下跌幅度也比较大，已经早早的跌穿了固比移动平均线或者说固比倒数线任何一个指标，我觉得投资者早就应该已经止损离场了。ABC 这个公司是一个建材股嘛，对吧？那 ABC 最近的波动比较大，我看到它之前呢是跌破了3块钱，然后现在呢今天好像又是回到了3块之上，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那我对这些建材股的看法呢，就是如果房市回暖了，那建材呢一定是会有一个好的发展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一般建材呢都是在房产涨之后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滞后性的。就如果你看好房市的话呢，你可以在之后，然后等到房市完全涨起来，然后更多的建筑商愿意去投入这个市场的时候，再去买 ABC 这个股票也不迟。然后有问到 APX 呢？其实我跟我的朋友都一直很纠结的一个股票。APX 我们觉得它其实盈利能力啊、基本面都比较好，但是它一直很不受投资者的青睐。就是大家呢宁愿去买 Afterpay 也不买 APX，而且它这次出的财报的确是比上一次财报要好的，但是它也没有涨的，就是也没有维持它的涨势，最后还是被大盘打了下来。那现在22的股价的确是挺低的，但是它未来能不能重新再吸引投资者的资金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困难，而且这个公司它的波动幅度也比较大。如果你是一个短线交易者去做一个短炒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收益。那前提是你要找好点位。AWC 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固比移动平均线，它给您的建议嘛。然后，因为我们其实看哪里止损，也是按照固比复合移动平均线，还有维加斯隧道去看的。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软件里面设置，你也可以自己看一下。那 AWC 我记得它是做铝的嘛，铝的话呢，也是看铝的需求，如果经济不是特别好的话，跟铁矿石一样，那它的股价也就是还是承压挺严重的，就不太会有很大的涨幅。银行股最近跌了不少，的确是可以加仓，我认为。而且，银行股之前呢，我在电台和广播里面也讲了挺多次，就是它一直是一个被低估的状态，之前。在大盘涨了20%的时候，它反而跌了20%，这明显是不合理的。主要还是受到皇家委员会的影响。那现在这个价格呢，又回到它之前，对吧？之前的没涨一段时间，它就被打回去了，对吧？那我觉得银行股长期持有的话呢，的确现在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当然，如果说最稳健的投资方式呢，就是等股指企稳了再去买任何股票，那 near map 呢？您可以自己看嘛。near map 和 Kogan 这些公司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当然是不一样的公司性质啊。但是买任何股票都是一样的。如果您是一个稳健型的投资者，就不要去盲目的抄底，就是等股指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之后，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买。这样的话是最稳的，因为很难说我们现在就已经是底了，是不是在半山腰？我们其实也不清楚，这个未来是很难去预测的。但是我们能做的呢，就是控制我们自己下单的方式，多一点耐心，然后去关注。Kogan 这个公司我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没有什么能够跟你分享的。那之后如果我们有机会呢，也会出一篇 Kogan 的股评。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到这里，好吧？谢谢大家。